老婆，我买了一支按摩棒给你，然后我们就听那个电话声音很大声，嗯，然后那老婆就说，真的吗？那我可以把它插着游泳吗？有，哎呦，这厉害了，神力女超人， Candy, 对 ，Candy，Candy，Candy， 情趣用品，哎呦，这个里面最精彩是哪一个？比较精彩的，哇，我个人是选择这个，这个吗？我操！哇塞，好酷哦！这个厉害，哇塞！这回力镖，这不好使。哎，怎么关起来？不是，田浩在动哦。会会。田浩常按这个 ，OK。田浩，哦，吓坏了。然后唐哥，你的脸太危险了。这个是什么样的？这一次是那个 AV 片中常出现的那个 AV 棒。你要弄哪里啊？你手这样，手给我，准备好了。嗯。是第一哦，一初阶，二，哎呦三，哦，哇，哇，声音好大声哦，对他们日本的会比较大声一点。男生去逛你们这个店啊，那你会跟他，比如说介绍产品吗？会啊，因为客人一进来，我们就是因为我们那个是遥控门就按，然后就说请进您好，我都会跟他讲您好，然后大部分一般的男生客人大部分就。点点头，他也不会跟你讲你好，除非是外国人，然后他会说你好。讲完之后，他大概会绕了一圈，绕了一圈，我们就会去问他说：“哎，有需要我们帮你介绍商品吗？”哎，对，一般客人都会说不用。那有没有很开朗那种？一开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跟你讲，我现在需要这种效果，然后再需要这个，然后我还连一个这样子，有，也有这种，也有，哇，是男生。对，他说还蛮开朗的。我乳头有弄两个，有就是那个类似人家那个窗环那种。然后他说有没有现在最新的那种美国的，是乳头加那个屌环加在一起有没有？然后指定某个品牌。哦，真的有这个？有有哦有。听过人家男客人来然后讲电话，非常的让你尴尬，是什么事？他就是买了一支这个，因为他先问一问，然后买了之后，然后。就很开心的打电话，在我们当场在我们面前打电话，就是跟老婆，我买了一支按摩棒给你，然后我们就听那个电话声音很大声，然后那老婆就说，真的吗？那我可以把它插着游泳吗？我们当场就傻眼，就好开心，不好意思，不知道要是开心，你有没有提醒啊？你对会漏电，会漏电，不会不会，这个牌子绝对不会漏电，进水。全防水，哇塞，真的可以，真是啊，有没有防水？它是这样子的构造，但是它是全防水。曲哥，你可以插着游泳。其实它有道理，插着游泳，别人不感觉出来它有多爽，它在水里嘛，对对对，不对？而且它一直在用力，对，假装漂浮嘛，对不对？对啊，还戴了蛙镜，谁知道？平常游一圈，那天游了15圈，你累不累？不累，别操。对啊。很开心，开心开心，这招很厉害。男客人进去最常讲的一句话是什么？我想买这个礼物送给别人。大概有他，我们就问他说，你有没有价钱的那个考虑？他一般的，有的人会说有，有的人说不用，但是他就是不用，大概都是自己用的。对不对？送人就大概有没有1500的，对吧？对对对，就是这种就真的送人。拿出去最贵的，不用我自己看，然后看了老半天找不到东西之后，然后就跑来，就打开手机，然后翻那个，哎，你们有没有这个？我说有啊，那这个怎么样？我说这个还卖得不错，然后就好吧，那我们就送我朋友这个，然后到了结账的地方，我们就会说啊，那你要送朋友的话，我们帮你包装，不用，不用，我家里有买包装纸，先帮我装就好了。我在车上就要先试试。没有，但是不是，他是说急了。我家里自己有买包装纸，我自己包装就好了。像这种就是。那有没有，比如说有没有这种客人买了以后，这个多少钱？有哎，我们那天吸毒，那天有一个，就是有一个那个一个外国人带一个女生来，然后他就买了另外一支，也是同个牌子，然后那个外国人他可能就是现金带不够。就是他去楼下领钱，然后他就是决定买了，然后那个女生我们是会当场拆封给他检查东西，因为他要保固一年，是上他官网上去登了保固一年，那女生就直接含着这样子在逛，
整个我们里面的门市在逛一直逛，然后我那个男性服务员就跟我讲，你看看他那个都还没清洗过，他直接就含在里面。急了急了，他把他清洗了，急了，他就这样含着。然后你误会，他先消毒。是，然后后来他那个外国男朋友上来之后结账，他就很开心，也是直接拿着，也不用装袋子就走了。哇，也是很急。Okay, 那你们这个有没有年龄层啊？比如说几岁到几岁的是最多的？还好哎，因为我们基本上是未满十八岁，我们是不让。当然，就十八岁以上嘛。十八岁以上到大概多老？都有，都有六七十岁的老爷爷。可是那十八岁以下可不可以进去参观？不行不行，都不能进去。有可以，因为有一次是妈妈团带了十个妈妈揪团来，那她妈妈去念酒，她身上背了一个大概出生大概婴儿可以，那个我们没办法拒绝她，叫她拿身份证吧。是懂事不行，是是，对不对？大概就反正大概差不多三岁以后就尽量不要进来。没有，大概。三岁，可是我们上次对了，三岁以后不要紧，你要把它当奶嘴怎么办？对，是我们上次不是当奶嘴，是有个小朋友，他妈妈跟爸爸在讨论，他旁边拿了一个那个类似那个洋具的棒子，然后就跑给他妈嘴，他妈说不要拿那个，不可以拿，然后他就这样整场一直跑当玩具啊，然后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，就很尴尬的嘛，爸爸很尴尬的。他就拿着那只，然后妈在追他。漏晒就不要啪啪照，在家看三立新闻网，隔离就不要啪啪照。想知道疫情最新资讯，就要看三立新闻网。懂了就动作啊！订阅三立新闻网 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。